来把男枪玩一下，这边菜刀对眼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这边有派克不去团的吗？复仇已在手中。麻烦不断。炫金吕布，他让对面自己先进塔，然后他我们的线往他那边推，他可以控线。一枪直接做掉了，一做大枪，再一枪，假装去反他野，立马毙回家。从未有如此美妙的开局，故意给这个眼看到的。我可没时间胡闹，他说不定会去偷我们红，直接给他逮个现成。看他没来，我可没有挂虎子闲工。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等一会儿，他肯定要来的。小偷，拿捏，没办法，我太懂了。我太懂狂子这个英雄，我太懂打野这个位置了，不怪他。只能说他会玩，我才能猜到。上路还帮他这边放了一个眼，确定了我们红没打，这个眼间接的给他害死了。他也没打狼，他没打狼就往下走，他再不打狼的话，我们回自己的狼说不定又能逮到他。让我看看，哎，来这波，我倒先做个眼，我先打三狼去了，挺稳的。让他把野刷了吧，破了对手。刷不下，给他看到，让他去我们上面去偷野。杀卡杀吧，这派克有意思。马屁，他往下走了，上方区已经没野了。而且我们这边迅捷蟹加睁眼能看到他，他进不了我们的蓝区的。
仗。试试我吧。没来了，他要往上走。打完三狼往上说，他可能偷草丛去了。我可没时间胡闹，先不急，先让他偷一会儿。他们上不见六级，叫上阿离。要闪了，这不二吗？二闪必杀他这么点血。哇，你这么怂吗，老弟？刚才二闪一，这距离必追上100%。哦，来个魅惑。怂的一，这阿离。早就可以来了，他那边河道转了半天，我跟他说一下，你别怕，我很厉害的，跟我上就完了。他打得太怂了，他那边站个半天，早上早杀完了，我还不会死。把头埋低。不要依我，把水鬼杀了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直接做掉。就打个 AE 进下野区，绕上视野了。等棋子没了，他刷 F6， 下把棋子快好了。等两秒 ，OK， 他丢了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。其实持续八秒，一级的话是11秒左右啊。所以等他其实消失，再等个三四秒就可以了。有病是不？放你一马，别追了啊！赶紧回上，直接来上一夜袭，飞一般的感觉。现在不出幽梦了，电脑也不出了。因为都被削过了，别问，操就完了。这个竞技时机有1%移速，加上额外穿甲，比幽默厉害。主要是幽默远程收益减半了，那个加速不好用了。这，主要这个穿甲打人疼刷也还快，等他打河道蟹应该 EQ 给直接去吧，不用等。再等的话他要倒了。AEA 神界，摆个现场，别恶心人啊你！什么意思？背个小书包你就以为我不敢揍你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是小学生是吧？你还偷我和气？这我肯定不能惯着你，先把你老婆杀了，直接把他一堵，我把他小鬼杀了，然后吃河蟹再把他杀了个头，不要这么搞是不是？嗯，约里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，等狗熊把线推进去，我们打个蓝，
给他做掉一套晕死了，相信我，再见。不闹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王子去下了。待会再来抓他，把头埋低。狼偷了，蛤蟆也偷了，有点能偷啊。对面这泽拉斯还没回家买装备啊，可以操作一下，他现在压到塔上，熏一下他。没减速，易炸成。赶快跟上，放他一马。没场没大，你还不走是不？一般不走应该是有人在的。哇，你我受不了你，我去，什么意思呀？瞧不起人是吧？觉得我是虚张声势吗？半血，给他先包了。终极爆弹，火熊还要给我们烂塔，他是懂上分的，难怪他说他自己不会玩，他挺会玩的呀，这有特殊上的上分技巧啊。那这把我 C 他吧，这给你留着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这眼半天还是没排掉，放那边放了十分钟了，这个眼觉得走运吗？这上路有点意思啊，记得这个泽拉斯闪现跟我同步的，看他推不推。哎呀，我以为他走，他又来了。打个红 buff 给他粘住吧。我们阿里死了，他肯定还要推的。绕后一下这次。必推这个线，有没动？想跑晚了。不会打个先锋被皇子捡漏了吧？
里面有人在，一枪两枪。算了，放他一马，交闪不杀。你有样学样，你真不准你开出禁欲十级，抄我装备是吧？他不会下一届也买受益者吧？抄装备是吧？头一次看这种征服者皇子出禁忌时机的第一件，这波狗熊去下，这掘墓肯定要带的。来来来，这个塔半血他肯定要拆，这个点他一个爆破就拆完了。看到我了吗？果然是看到我了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差点钱来，找对面上单借一下吧。一个后坐力突一下他的墙，单杀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哎，他们中单要来，不要喷。收完这个线就走，好像没来。拆完塔再走吧。那个眼终于被排掉了，放松伙计。红刷了，去看一下来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感觉这房子也刷新了，我看到他了。等他一个异步。小书包。这不能怪我针对他，他我不来抓他，他一直来抓我，我这是为了自保啊，被迫反击啊，这把稳一点吧，来把无尽好了，这版本无尽加强了，而且我们现在暴击率比较高，可以享受到这个效果。来，哥哥兴奋了。
发回校的时候，泽拉斯在偷我们塔，他能逮一下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走了。没有刮胡子的闲工，三十秒火龙走运吗？三币那回去没啥用啊，我得打个银血再回。我们这装备可以当刷大龙的，就是慢了点。选错了队。我手有点短，做一下这个派克的钩子呢。往这边带，往这边带，打回头了呢。别回头，我能救你的。A Q A 一下，被他拉下拽过头了。发散不断，贴脸六发子弹不是开玩笑的，加上无尽的爆伤加成，那普通的话是四颗子弹暴击六颗，再加无尽的 0.5 的加成，不得了。试试我吧，我还没神装呢，别急。真的呀，然后上来了，然后我说我这波是故意不溢下去假装溢下去的，你们信不信？其实我也不信。炮红药一枪3000血，应该贴脸一枪秒六颗子弹，一秒。运吗？要跑？应该在……哎，他没走，那试一下威力吧，贴着脸再打他。贴脸，嘣！直接三技能串脸。
一枪直接给他做掉了。贴脸的话，六颗子弹就一定会打满。中距离的话看情况，远距离肯定是打不到的。瞎眼吧！哎，没出来，被他隐身了，点是点到他了。哇，这水鬼好烦啊！被E控住 Q 拉下来动不了。也是这样，刚好可以再爽一波这样。有没有可能我这波可以拉个五杀，不要再泉水冰原就好了，不然被他 Q 一下还是有点危险的。拉个五杀刚好29杀，完美收尾。二呢？他好像第一时间拉了一下没控，拉完了。我跟他 A 二的，怎么没反应？第一时间，一枪回个大几百。可以，五杀有了有了，有挡标。帮我砍一下，是不是5杀29杀啊？弹幕还说不信的，网管在不在啊？今天拿了2次5杀都没见到网管，今天网管没上班是吧？打了将近10万的伤害，下一把。有人说是不是自定，看到没有，当双排晋级华贵能记忆。